我今天录这个 vlog 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在疫情期间没有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我现在起床了，好，洗漱完毕，我现在要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日常训练的地方。我们休息是在二楼，然后我们训练是在负一楼，就也就是地下室里，所以大家跟着我的镜头走吧。我们训练的地方，噔噔噔噔，这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放东西的地方。然后这一个是小小件的座位，它的风扇是粉色的，非常大。这一个是我的座位，还有一个靠背，很符合我的气质。这四个就是我们训练的地方了，就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桌面都非常的乱，可能这就是猛男的桌面吧。好了，现在我要开始训练了，我们等会儿见。Hello， 我回来了，我们现在刚训练完，我今天要做一下瑜伽，然后来拉伸一下我的身体。其实平时就是以前我也接触过到瑜伽，就也做过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其实我早就忘了，今天我打算从零做起。调整一下角度，这样可以吧？好像有点歪。我现在做的瑜伽是那种很简单入门的瑜伽，所以我应该能挑战成功。啊，我的柔韧度有点差，我看不行了。哇，这个好，我通过这个动作做起来。双臂，然后静坐，它是锻炼我的核心力量。好，我做完了。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了，然后比较简单和平淡。最后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积极防疫，出门一定。